有时候喜欢上一个人，好像就只是一瞬间的事儿。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，是那个雨天，他望过来的那一刻。我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，没有任何原因。谢谢。也没办法说明，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，让我遇见了你，最好时候的你。你不会是害羞吧？给我勇气，也给我爱，是我的底牌，不再怕遗憾。我请你。我遇到鬼了，我也撞见了，看小五，小五啊，漂亮啊，你笑了，你竟然笑了，我想你会一步一步走向我，我想你会了解最真实的我，就像却不会错过。如果提前告诉我你会去，我不介意再联系。我想我会不经意的路过。运动每天都能运动，但又不是每天都能跟你一起回家。谢谢你能走进了我。希望让让多笑笑，发现他笑起来有小梨窝，可好吃。祝贺让让取得了一个好成绩，希望以后好好再接再厉，输在老师认真负责，勤勤可爱，简直就是长期合作的不二人选。肖让，你怎么把你的奖牌给别人了？他喜欢，苏大大，啊，回家了。原来每个女孩在喜欢的人面前都是公主，因为当我飞奔向月亮的时候，月亮也在为了我学习奔跑。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，不过现在也不晚。现在又不是时间。就算是真的，能认识你不亏吗？苏大大，壮壮，我们家也只有你一个嘛。我有个弟弟。那你们长得像吗？还挺像。性格也像吗？他性格很好。你也很好。不对，你更好。那你们两个谁更好看？我弟弟。不对，壮壮最好看。你说只有我觉得你比你弟弟好，我不仅觉得你比你弟弟好，而且我还会一直都这么觉得。他如果是100分，你就是101分，这一分特殊，我永远都留给你。